Hello， 大家好，健康游戏忠告：抵制不良游戏，拒绝盗版游戏，人人有责。那么今天开始之前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一拳超人伺服器的命名。通常啊，我们之前在玩的时候，它每一个名字都跟这个怪物有一点关系，有没有？好比这个英雄协会啊、道长啊，现在看起来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名字了，所以变成绝对统治者。我们今天还是使用青铜组专属账号，要来挑战王之洞鹤最新版的觉醒招募。同时今天这个单元也有一系列的入服好康要跟大家介绍。第一个好康就是你抽到120张的时候，系统还会送你5张限时招募券，不过它是在另外一个窗口，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绍。你要升级第二次 SSR Plus 进阶到下一个阶段，总共要的觉醒石加起来有3颗，第一颗是用在一开始第一个阶段觉醒，那第二次要2颗，所以之前很多玩家都是觉得这个很难啊，但是现在啊，入服240抽又再多给你一个觉醒石，也就是说240抽之前你总共至少要抽到一颗觉醒石，你抽到一颗觉醒180会领一颗，240再给你一颗，那3颗觉醒石就可以觉醒2次。那进化石总共要8颗，对不对？那扣掉系统送的应该是3颗，所以你要抽5颗进化石。間もなく砲撃態勢が整いますが、いかがいたし。我々は数が増えすぎ。我们先到一线，我们目前50抽，第60抽要来了。这一次是进化石，有了进化石代表呢，我们的 King 有一只手了，要第二只手就要第2颗，那么还有2个脚就要第3颗、第4颗，都好了之后，最后再把头给装上去，这样就完成觉醒了。我是空前的最高杰作，没有，你是最低的杰作，最高的是怪人乔泽。不要再来了，还买一送一2只乔泽啊，新手账号要这么多乔泽干什么呢？麦克斯，我们看一下，我们目前26次，不过我们的账号还没有旧版的 King， 所以要先把旧版的 King 给他招募出来。这一次第30抽，准备，欢迎。1、2、3、4、5，我很忙，可以请各位让开吗？当然可以啊，只要你很能打，只要你很强啊，你要我滚多远我就滚多远啊，但是如果你很烂的话，我就把你这个大神功给，也不能怎样啊，很烂就算了。怎么这么多黄金球？解析，这一次要有了，我们来看是什么。哇呀，这一次还是进化石。我们抽到现在这个进化石的数量应该是够了，我们等一下到活动来看一下。你需要的是防身术，你需要的是防身术。我们这边是有2颗了，有没有？这次领完3颗，120抽刚好4颗进化石，就剩一个觉醒石了，我要赶在180之前把觉醒石给带出来。最后60抽，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呢？还是又是进化石呢？我们到三线就知道答案。这个验证真伪啊，已经验证了2年还没有一个报告出来，实在是太令我们失望了。还是麦克斯，闪电麦克斯。
快要180了，这个是160，这一次是170。福克矮，好了，到活动这边，我要两个觉醒石，准备欢迎今天的第二个主角。第三个主角。仕方のないことだ。俺は何もできん。好嘞，搞定之后，我们到活动这边再拿一颗。买一送一之绝杀之King之觉醒招募之觉醒石。SSR Plus， 我们马上把它激活。激活左手，七次激活右手，接下来激活左脚。最后戴上麦克风以及 King 的头，新版的王之洞鹤，安源杨贵，非常贵的一个人。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新的活动界面，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把它给提升一下。青铜组冠军，每一次保持着热血，战到最后一刻。三颗星来了，除了活动奖励之外，还有一个新版的黄金回馈，黄金回馈奖励。你们看这个240抽又再送你一个觉醒石啊，120抽这边还有送你五张。希望官方可以继续延续这样的活动，不要右上角写特别版啊，改成黄金周觉醒招募永久版，你们说好不好呢？接下来采买一下装备，要在青铜组打架，最主要的呢，绿色的装备也不能放过，因为我们的这个新手账号有的时候装备都很缺。生命、格挡、强度、攻击，哇，这次闪了两条出来，没有闪，那下一次，防御啊，哎，这一次又闪了两条，金光闪闪，再来开一次，没有闪。好了。Step one, wake up early, gonna rise with the sun. Step two, get some good, some food in you. Step three, think grow hard about what you wanna be. Step four, fuck everybody, just do your thing. Wake up, today's gonna be a good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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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ke up.Today's gonna be a good day. Wake up. Today's gonna be a good day. Wake up. Today's gonna be a good day. Yo, set your affirmations, aspirations. I got shit to do, the aftermath of preparation. Good food, good mood, blood in circulation. One step at a time, yeah, that's how you make it. Set a goal you control and the steps you take them. I try to pick one thought, have some concentration. And if I make a mistake, it's called education. I try to do this every day, call it replication. Wake up, today's gonna be a good day. Wake up.Today's gonna be a good day. Wake up. To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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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nna be a good day. So life ain't easy, yo. I think there's a reason, though.Ups and downs, just like every different season, yo. Sometimes I'm high, other times I'm barely breathing, though. I always gotta fight and hide from the demons, yo. Negative thoughts are poison, they rot. Head full of flies, so here come the clouds. They'll never stop unless I can swap all the bad for the good in my head when I'm lost. Yeah, so I'ma fake it till I make it. Positive thoughts are overtaken, I got patience. One day at a time, it's how you operate a cadence. A flow, you grow, you show yourself a foundation. Stay away from all the shit.